接着我们往上走，带着养生药草，可以在这边领 buff。这个 buff 呢，非常的好用，可以安抚你愤怒的心情，增加你的魔法攻击力。喂 ，MATK 7%有没有？然后右边这个可以减少变友。好，我们去火二啦，这个呆呆。小恶魔，哎呦，有点挑战性呢。疾风二楼嘛，走。到达疾风后，可以点这个蓝色头发的喵喵卡普，就可以传到疾风塔的地下入口。走开哦，我现在心情不好。滚！解完呆呆，我这次想要尝试一下吃那个爆米花，我也不知道爆米花到底好不好。哎，来到这边找那个爆米花达人。一根玉米可以爆出3到10个，哎，我只有3根，所以只有10个。当补品的话好像不太够。我们再去买一些好了，来啦，随便一摊啦，来16个好了，8万块，16，取得66个爆米花，我们来拿个补品。这边因为我已经93等了，所以要拿一些苍蝇翅膀以防万一，拿个40个，因为这个等级如果升到100，就会瞬间无法用苍蝇翅膀，很容易死掉。然后补摸东西 ，NPC 卖的糖浆就好了。蓝色糖浆，拿个8瓶，就是在各大的道具店旁边都有一个商人，就是这个高级药水商人，它的价格有一点高，可是它是120等之前可以补非常多 SP 的补品，虽然它的 CD 有10秒，但是我觉得10秒喝一瓶应该就很够了。那我们这次就尽量以冲三转为目标吧。OK， 等一下。先把它打开好了，在熔岩洞穴2楼 ，OK， 领奖，出发。哎，没怪，快点吃补品，5个波色克，然后万能年糕，火抵抗药。好，开打！一来就来一只最强的，念力连击，雷鸣，哎，解决！哎，所以小只的龙可以用这个，哎，就是念力连击就可以杀掉，那经验值应该蛮高的。我们来吃一本职业经验书好了，好哦。没打到，哎，有一只漏掉，所以这一身装在火二其实是蛮顺的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果然暗属性还是有点硬啊。可是像这只龙，就是一个念力连击就可以打了。然后这一群，哎，先飞，没事没事。喂，变剑术，哎。有人在收东西，
我宁愿是。逆元液。哇，有够痛的，六万已经可以去打很多地方了。飞一下，暴风雪，碎啦！我被围了，我被围了，飞，没事没事。不血，不血，不血，靠补血补回来的。来，暴风雪，突然想到一个接技耶，就是暴风雪接念力连击。有了，哎，暴风雪，哎呦，被弹开，靠腰，被弹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直接中立原野，还可以。还是我直接就重力原野了，重力原野，哎，可以，冲过来，直接重力原野，哎，升级了。找到办法了啦，拉开重力原液，漏了一只，漏了一只再清掉，太棒了、欸、有点多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，我是要死了，没事没事，太多，等一下，念力中，舒服，所以暗币还是需要的，哎、欸、有点多，放重力原液，必带一个重力原液，可以呀、啊！重力原液，哎呦，我被弹出去，飞，没事，飞到旁边而已，补刀。终于，哇，没减血呢，太棒了！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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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，不行。不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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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塞，怎么那么好玩？
来，来这里，这里，干，被剪掉了。哎，哎呀，感觉可以来挑战绕火二一圈。那我们来绕火二一圈好，哎呀，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就绕火二一圈。就是，不可以飞。OK， 不能飞啊，真的不能飞啊，飞的是乌龟。开始，一来就遇到一堆，哎呦，放反了，放反了，吃补。放歪了，这些先慢慢清好了，不要。等下在入口就死掉，有没有？被笑死。OK， 我们尽量清怪吧。哎，怎么变得不痛了？哎，完蛋了！没事没事，我们已经绕了四分之一了，四分之一了，很棒很棒，走过了这个四分之一的地图。我要打干净。后面有一只贪婪铁匠，那个是我不认识的，绝对不是我带来捡东西的。哎，绕过去。哎，糟糕，漏了一只小恶魔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。安全的，我们来到了这边。OK， 小只的就用念力连击，慢慢的解决。哎，木乃伊、哦，我看到了怪群了，冲过来，一个重力原野，再补一个暗壁，重力原野，往后退，属性攻击2000多，我看到了，有点痛痛。好，冲到怪群的中间，哎，没有怪，继续往下走。哎，谢谢你帮我清怪啊。往下，哎，我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暗壁。还是需要重力原野，成功跨越这个坎，哎，按错，按到雷鸣树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的前进。小只的都可以用那个，哎，都可以用那个念力连接去解决啊。哎，完了。补个爆米花，没事，安然过关。现在没带杖选手，没哦，这个这个，前面有一排在等我，列队欢迎。没带杖选手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，三分之二了。
好，我在想要怎么穿越那个列队欢迎的。OK， 冲，冲，冲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暗处，暗处，我放到第二个暗地，没关系。冲过去，再一个。重力原野吃天下、啊。哎、欸，这里本应该要暴走的，可是没有怪。我已经快要成功的绕完一圈了，太棒了！呸！成功的归来了。阿布啊，我回来啊，我坐一个回来啊。阿布啊，你有看到无？我上电视啊。所以超魔岛这边练也是很顺的嘛，一开始我还觉得不太顺，就是后面熟了以后按 B 加上重力原野就会蛮顺的。然后装备的话，这一件是比较偏贵啦，如果你们没有这一件的话，建议是可以换成血装，让你增加血量，可以去扛住怪物，因为重力原野的伤害太高了。你看打一只龙，它的伤害大概12000就可以秒了，可是先吐。可是重力原野可以打到4-5万，对，有5万多。我还要看，我要看到6万的有没有？所以伤害来说就不用担心了。哎，糟糕！